林太你好，我是明報，我有兩個問題。第一是其實即市面上不少人是已經感染的，即政府實際上的做法是不是先共存再清零呢？即在具體策略措施上面呢，即在疫苗接種呢，即參考本地和海外研究呢，政府會不會公開呼籲長者下一輪呢，即接下來這幾天呢，就盡可能接種復必泰呢？在和長者家居，即政府公布了，就是長者希望他們即沒有感染那些，就他們家居隔離。為什麼要家居隔離呢？即會不會加重了個照顧者或者他們在社區的感染風險呢？這個第一。第二個問題呢，就是今次的疫情呢，其實有不少人喪生的，即對於失去至親的市民呢，即林太你有沒有什麼說話想跟他們說呢？第一咧就係、是、為長者接種疫苗咧，係呢段時間重中之重嘅工作嗱。咁、所以我已經係喺早前定下咗一個目標咧，就喺未來兩週，即係由當日講嘅時候嘅未來兩週咧，就透過全動員去呢千幾間嘅院舍，包括殘疾人士院舍咧，嚟為未打針但係他身體狀況是可以打針的長者呢，是接種疫苗。sorry，對不起，我的問題是，即不少人已經感染了，即你會不會呼籲即長者盡可能接種復必泰，還有政府的策略是不是無可避免是先共存再清零呢？是不是呼籲復必泰？我對，就是叫他打疫苗，有時候我們是被人揀的嘛，但當然去到外展隊裏面有醫生有護士，要看個環境，因為大家知道打復必泰的環境是要求比較嚴格一些的，所以不是特首在這裡做一個政策的指導一定要打哪隻針，要看環境和看醫生的個研判嘛。我以為你第一個是你自己的評論，如果你想問呢，我覺得已經去到這個階段是沒有意義去爭拗究竟這個是共存還是清零。但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訴你們，特區政府一定不會用一個坊間叫做躺平的態度去處理這個疫情。換句話說，我們不會說不做事了，因為已經感染了這麼多了，那就算數了，一定不會。因為每一條人命都是寶貴的，我們亦都是按住習主席的要求呢，是要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這個是任何以人民至上的國家的要求，而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不可分離的地方，我們一定是按住國家這個這麼高的指標呢，去進行這一場這麼困難的抗疫戰。多謝大家。即復陽都照翻工啦，其實那些基本上就與病毒共存啦。你死後不認，咁啊公務員就係咁，咁啊私企都可能即係會跟噶啦。咁啊你仲要喎，你嗰啲咁嘅即係之前就話啦，咁啊你復陽咧都唔使再家居隔離，即係去到咁嘅情況。咁你究竟你病毒共存定你動態清零？你林鄭你講清楚啲啦。你把口動態清零做啲就病毒共存，於是咪左中右都鬧你咯，連建制派佢鬧你，市民又有怨氣咯，啲數字又唔減低，喂，進咗幾多求助個案啦？喂，幾多係即係你話依家派嗰啲貼物資包仲幾多收唔到啊？幾多好耐都冇佢電話嚟幫你啊？急症室嗰啲就算伊麗莎白做咗指定嘅醫院，依家起咗好多方艙嘅醫院，都仲有好多嘅甩漏，好多嗰啲即係不仁嘅即係慘劇。你林鄭除了啲嘢，話慢慢依家開始慢慢逐樣逐樣去做啦，後知後覺啦。但又見到應該要繼續去收緊嘅時候，你又即係呢啲咁嘅復陽嗰啲又可以翻工，你會係俾人無所適從啊？喂，點解市你話要市民同心抗疫，要市民明白你點解先啦？你又唔諒解市民嘅需要，經濟就蕭條，你又想市民諒解你，但市民見到你啲嘢就朝令夕改。啲嘢就標準又唔一致，有啲會鬆，有啲係緊，都唔知道你想點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點解你林鄭月娥、陳肇始、陳帆、羅志安日日打開報紙、上網都咁多批評，你好似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喎？做好多嘢，去到依家即係等於你話派中成藥，派埋嗰啲退燒藥，你派埋說明書啊嘛。有人就因為中成藥同埋呢個即係
呢個西藥，即係連呢個蓮花清瘟膠囊一齊食，個肝要換肝，唔知係咪真係呢度即係呢個原因啦？但老婆都有咁嘅質疑咧。咁你呢樣嘢，林鄭就哎呀咁啊！我哋派藥俾你啫，食之前你要問中醫啊。我問得中醫，我叫中醫開埋藥俾我啦，嚇、啊、就唔使理啲藥啦。如果問中醫，我問醫生先，我叫醫生開埋藥俾我啦，好得閒咩？咁如果我純粹打電話去，你話中醫師會唔會聽啦？喂，大佬，你打電話俾我，喂，大佬，我好忙，要睇症噶，唔好搞搞震，佢冇幫襯啦。你話打俾衞生署嗰個中醫部門，開條熱線打唔打得通先？喂，仲有你派個指引係咪咁難呢？你派得藥俾人要派埋指引噶嘛？咩時候先食？要注意啲咩？咩人就要注意唔好食？好多嘢要詳細講出嚟噶。依家話再加隔離，你會派指引啦。喂，但係啲指引寫得夠唔夠咧？好多等緊你話佢確診嗰啲都係未有啦，即係未有嗰啲指引，咁嗰啲點算咧？有時因為你效率慢，過咗十日八日啊，先通知佢話你確診，然後啦，佢都好翻曬咯，甚至就算要送去隔離營，送去方艙醫院，送竹篙灣，跟住啲人就投訴話嗰啲嘢就好難食，好多啲問題。咁你林鄭有冇睇過呢啲事咧？咁啊，你會見到其實係好多一環扣一環，係呢環又唔掂，嗰度又有缺漏，就造成好多譬如信心危機。點解人會驚咗去嗰啲方艙醫院，驚咗去竹篙灣啊？你睇到新聞，話你唔熬底啊？哇！入邊隨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喎。所以有大肚婆話我真係唔去啊。如果我肚作動係有需要，然後竹篙灣打電話冇人聽嘅，喂，然後真係即係隨時可以即係可以搞出人命。即係你話，哎呀，點解好多人話填啦？我唔覺得自己需要去隔離營，但係政府認為你有需要，你唔去就犯法。咁於是啲人咪驚咯。如果係咁啊，不如我申唔申報好咧嚇？好多人唔申報係因為第一，你政府效率慢，申報得嚟啊，我都好翻曬。然後你叫我做在家隔離。第二，哇，送去隔離營，佢仲驚，點咪睇到你嗰啲咁嘅即係管理，尤其是竹篙灣嗰啲問題，連隔離酒店都有好多問題。病咗冇藥物，可以走嘅時候就冇得走，俾個咁嘅快速檢測包又俾唔到佢，咁啊，於是有多我不如都唔申報。你政府啲數字啊，其實依家你覺得係平穩幾萬樽佢一日，但係有幾多唔申報俾你啊？你估唔估到有幾多啊？中大都話隨時450-500萬人啊，港大都話400幾萬人，佢推算可以係可以中招，依家最少過咗200萬人，係100幾萬啦，佢已經唔同嘅推算。都係同你政府依家個數字係爭好遠，咁你諗下，咁點解啲人係唔申報咧？個信心危機嚟自喺邊咧？就算到網上申報平台，有啲人都話：喂，冇即時回覆我喎。有啲話登記咗幾次都仲未有回音喎。咁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連到網上登記平台都俾人質疑咧？你政府有邊一樣嘢唔亂？有邊一樣嘢喺疫情之下係市民覺得你做得係 OK 嘅咧？你揾一樣俾我睇。